Hello， 来吧，介绍一下，先。I'm so so， 我要给介绍一下，这是来看乌江书院的。2017年的原乡花灯就在金门的乌江书院，走，来跟我来。像你这个啊，龙子，这个啊，龙子，这个龙子，是这样说。在翕起暗暗的。很好，很好。这样呢？你用那个回博通哦，那客家花布的。哎呀，那人红花皮，搁出来搁无同啊。对吼，这个是羽毛球的材料。嗯。然后呢，这个是那个塑胶的汤匙。嗯哼。然后这是一个塑胶的盖子，嗯，这是废物再利用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啊，这个要好好的介绍。然后那个是不要的 CD， 这个放在我们民宿，你看透明的汤匙，这放在我们民宿也很好看哦。对，这很好，这个环保，这都是环保的，这个是宝特瓶弄的。对，这是宝特瓶，宝特瓶的这个环保材质弄这样很好，啊，汤匙。对啊，这个是很好啊。这个汤匙，这个好哈，哦，喜欢哈。哦，而且你看，当时他还画了脸孔哦，他还画了很可爱的脸哦。这个好，这个真是好创意。宝特瓶啊，花很多时间去拼的，去拼的，拼个。玻璃子。是阿那达，不错。好。灯笼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帮我拍一下那个上面那个设计的。哪一个？这个，比如说你看哈，什么要有一个那个牌子哦，许愿牌，对，那个牌子加许愿牌，这个灯是大陆做过来的，金门没有，金门没有这种灯哈，对，通，这坑跟民宿通，谁应该坑跟民宿啊？以他这个两只鸡的那个架子样子，真的超好看的。哦，这座给起来，那你还摆摇哦？你看，这个是那个，近看一下，这个是那个，那个弹簧嘛，然后把它弄成扁扁的，哈，哦，有没有？它这是弹簧嘛，然后把它弄成扁扁的。因为呢，上旗国小的校长呢，也是非常有创意的。校长，教育界的，啊，教育界的。上次我们还一起吃了饭，你记得吧？我不记得了。啊，我们看他这一盏灯，他们要卖多少钱？对，贵州那边哇塞，人家一个价格。对，但是这个材质没有办法放在户外，因为这纸做的，那个塑胶的那个就可以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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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很合适哦，这不怕厚。那这个呢？塑胶布啊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次好。啊，这很有意思啊，这里。这样子。
题。最主要那个，这个画的很卡哇伊，大吉大利。对，他从他爸爸那边走过来。立龙，然后包一包，好，然后外面做一些装饰，然后画上的画，写上了金色的字。嗯，对啊，这感觉很好，嗯，质感很好啊，嗯，不错哈、哦。对，对，很多东西。你知道这是大头钉哎、欸？不要动手。哦哦，对，真真很可爱。这变成是一个嘴巴这样。那边动啊。